大家好，今天是3月15号，是礼拜二，因此也是继续有一个是提示给大家，提防骗子，他们还未是收手的，无论是升市和跌市，他们都会想呃钱。今天的行业板块方面，都是跌到阿妈都不认得啦，一片都是绿，真是春色满园关不住，倒写罗鞋。